大家好，我是王欢，那我们风火轮的第54集，我们接下来是1990年的 Honda Civic EF 版本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然后这个是两门掀背版本的，然后它前面、旁边、后面都有些侧裙的改装套件。然后后车门还有跑车的字样。然后屋顶还有做个小亭的天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风火轮的1990年代的 Honda Civic 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